现在是在 CarPlay 界面。CarPlay 界面的话，我们这个也可以支持 U 盘播放。我没有听明。退出来，然后进 USB。非常流畅，不卡顿，这声音效果非常棒。你再用音量颜色调一下音量。倒一下车。直接切到原车倒车，不影响。倒车轨迹雷达转一下轨迹。好，退出倒车。高清播放。